我简单哈、哦，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干细胞。哦、其实呢，干细胞的概念就像哈、哦，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亲精子卵子接的第一颗受精卵，然后演化变万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再来就是多能干细胞。那十个月一个 baby 就生出来了，所以干细胞对我们人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再生。好、哦，所以你看小朋友在长特别快，就是他那时候再生能力很强。第二个功能就是修复，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一定有不小心割伤，可是这个伤口到现在都可以完好如初，也是因为干细胞的、哦、可以修复能力。那干细胞还有第三个功能，它就是有更新重建、哦、更新重建。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器官五脏六腑 有些几个月又一个全新的细胞。那所以呢，干细胞有三个功能，但是呢，我们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90%的干细胞会进入冬眠，好，进入冬眠。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由呢这个贴片，透过体温，然后它会发出一种讯号波，然后提升我们体内一种蓝铜生态。那蓝铜生态提升就会激活我们的干细胞，这个概念了解了吗？嗯，好。那再来呢，我先让你看一下哈，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都叫做传统医学嘛，对不对？好、哦，那再来就会进入到预防医学。再来就是保健医学，好，那保健医学无非就是吃保健食品那些，可是呢，现在21世纪叫做再生医学，那再生医学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干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我们过往所听到就是用注射的，那注射的呢，这个就是它的费用很高，好，一次大概有几十万，然后一个疗程要上百万，好，而且它有个异变的风险，所以异变的风险就是有诱发肿瘤的风险哈，所以还有很多国家病还没有开放。再来就是吃的保健食品，那因为吃的保健食品呢，它有分两种，第一个、哦、就是动物的、哦、还有植物的。可是我们想一下、哦、动物跟植物的干细胞跟人的干细胞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关联、哦、而且它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添加什么、哦、这个是吃的部分。再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激活、哦、就是提升蓝铜生态来激活自体的干细胞，是所有这种干细胞疗法是最安全的。好，那何谓蓝铜生态？过去你听过吗？没有哈、哦。蓝铜生态就是在人体血浆内被发现的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就是蓝铜生态。然后呢，它会刺激干细胞分化增生纤维的母细胞，来修复受损的组织，所以都是要借由蓝铜生态。那么在1970年呢，哈，美国科学家呢，他在那个我们血清当中已经发现蓝铜生态在组织活化的生理过程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哦、很重要的关键角色，这个是蓝铜生态。蓝铜生态在人的血浆当中，哈、哦，20岁的时候含量有200，可是到了60岁下降剩下80。那在那个1973年的哈、哦，洛伦皮卡特他从人体的血浆蛋白中呢，有分离出铜态，哈、哦，分离出蓝铜生态，然后呢，将来自老年患者的肝细胞呢，好、哦、在年轻的血液中孵化。好，呼吁，然后老年的肝细胞呢，哈，它的细胞开始发挥跟年轻肝组织好几乎相同的功能，就是有年轻的蓝铜生态。那蓝铜生态呢，至今绝对不可能做成保健食品用吃的，为什么？因为铜有毒，吃了会中毒，所以至今呢没有办法在人体有效提升，只能够用在保养护肤品。那你看哦，像海洋娜娜应该有听过，海洋娜娜它里面含1/1。万分之一有，它一瓶就卖好几万块，那它的原料很昂贵，一公克大概3000块台币，那黄金一公克是1500到2000。好，那在2019年呢，我们这个科学家呢，就是我们创办人，他已经研发出用光波科技来提升人体的铜态，所以呢，可以是说当今再生医学最大的突破，也已经造福很多人了。好，那么再来呢，我们那个蓝铜生态呢，它提升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维基百科哈，他们研究出来在。维基百科里面有你可以查得到 ，Google 维基百科它有6个好处。第一个，伤口愈合会很快；第二个，它会抗炎活性，就会抗发炎；再来就会 DNA 的修复；还有呢，可以神经再生；再来就是干细胞的激活；另外就是有抗癌的作用，可以抗癌好 ，OK， 这是维基百科所讲的。那我们来看喽，我们这家公司呢，它是在美国哈美商莱卫公司。它本身是产品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行销，我们只有这个通路，没有第二个通路。好，2004年8月在美国总公司成立，那台湾是2008年成立哈。那我们创办人本身是个发明家，也是个科学家。现在我们借由电子商务已经行销到全世界80几个国家。
然后呢，我们的核心价值重点就是在帮助人类远离药的伤害。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洗肾比例，台湾是洗肾比例排第几名你知道吗？第三。第一名。对，你看第一名，好，那我们产品的原料呢，其实就是氨基酸、水、糖跟氧。好，这个原料经过美国 FDA 的安全认定，然后呢，台湾卫福部核定我们产品叫做非医疗器材，所以等于我们贴的贴片在身上，就一个不用插电的光疗设备在身上，然后呢，对人体是完全没有侵入性，绝对安全。好，同时呢，我们的产品也都有经过医学临床实验，好，备受医界的肯定了。好，这个都有经过临床实验。然后呢，我们产品呢，它是有经过，那就是它是专利独步全球的，好，也就是说，只要你好的贴的话，可以让我们人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再来又会青春，再来又会美丽，好，那就是有这些的功能。那在2020年已经取得提升男童生态好的专利20年，所以呢，等于到现在还有19年的专利期，哈 ，OK， 好。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我待会再跟你讲见证。那我现在要跟你首先哈，因为要来跟你讲一下制度面，制度让你了解一下。好，因为既然你是要了解商机，那我就先让你了解一下制度哈，等一下再来跟你谈见证。那因为呢，我们本身呢哈，我们公司呢对第一次成为那个使用者呢，都会有一个首购优惠套装，特别优惠的套装。比如说呢，今天如果我们你买金级套装，哦，它可以拿到五盒 X39， 还有加上一包一般的贴片，它 BV 值是275分，然后美金是528块美金，它的活药期30天，所谓活药期就是可以保留积分的期间，了解齁 ？OK， 那么再来呢，有些人他们觉得，哎，自己家人全家要用或者要用一段时间，就用钻石级套装加入，那它可以拿到 X39 19盒，加上一包一般的贴片。然后呢 ，BV 值是610分，然后呢，它是1684块美金，好，哦，那可以活药90天，活药三个月，好，哦，那再来哦。来威的制度很简单，总共只有四种，第一个叫做零售，所谓零售呢，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跟公司批货拿去兜售，不是这样哦，而是我们每个人加入公司会给我们一个子网站。这个子网站呢，你破到全世界，它只要透过网络去买一盒X39贴片哦，那公司就给我们50块美金。那而且哦，我们公司提供给那个就是优惠客户哦，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有90天，提供90天100%满意保证。好，哦，你就知道100%满意保证就是不满意可以退回的哦。OK， 所以呢，针对我们在做零售做销售，你是不用有任何的担忧哦，就是大量的去分享资讯就好了。那第二个推荐奖金，推荐奖金呢，我们每推荐一个钻石是200块美金，哦，那如果你推荐金级是100块。好，如果呢你本身成为钻石的那一天90天之内，哦，你又推荐对方是钻石级加入哦，你除了200还会多一个300，总共是500美金。好，哦，这个叫做快速启动奖金。那当然如果超过90天之后怎么办呢，就会依照我们的聘接，哦，依照聘接好，哦，来做一个滚动奖金，好，哦，待会再跟你说明。那么另外我们第三笔奖金叫做组织行为奖金，组织行为奖金呢就是660分对330分，叫做一举就是50块美金，好，哦，也就是我们在这边，那你只要呢好，哦，就是从自己这边开始发展，左边跟右边，那么所介绍出去的人他的分数是无限带，会帮我们做累积，然后我们的奖金是周结周领，每个礼拜结算，那每个礼拜会发放，好，哦，周次次周会发放，好，哦，那举例嘛，我们看嘛，这边是1830分，这边是1220分，那么我们是660对330，就叫做一举就是50块美金，所以呢，他这边1830呢就可以扣掉两局，好，哦，就是1320，然后呢330他可以扣掉两个，就是660，扣掉的分数在下个礼拜又继续保留，好，哦。你先有概念就好了，我知道有时候刚开始听是听不懂的哈。再来呢，哦，我们还有第四笔辅导奖金，辅导奖金呢就是你推荐第一代，哦，你所推荐的第一代哦，他组织奖金领多少你就会有 25%。 那条怎么达到呢，就是你左边只要推荐两个，右边推荐两个，而且他们都是属于活药会员，那么你就可以领第一代的辅导奖金 25%。 举例今天你介绍的朋友，他如果这个礼拜组织奖金赚10万，你就会有2万5，那如果是赚1000，1万你就会有2500，这样的概念，哦，OK，
好，那再来呢？你的第一代他介绍出去的人是他的第一代，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二代呢，你又可以领到 20%。好，条件一样是左二右二活药，只是呢，你必须在你的小编，你自己要有六局，你自己要有六局，也就是你小编要有分数，不能单靠一边。好，好，那就可以领到第二代。再来呢，好，再来开个领到自己的直推第三代 20%。那第三代 20% 呢，就是你只要左边再多一位，右边再多一位，总共是左三右三，这样的话呢，好，然后你每一周呢又可以达到十局，好，再来还有你的左右各要有一个直推，可以符合领第二代的资格，这样你就可以领第三代的辅导奖金。好，双向式的制度呢，它的优势就是业绩可以共享，人脉可以共用，是一个互助快速的奖金制度。好，那因为呢，我们来威的制度很简单，如果你要上聘的话呢，就是上经理聘。好，你就是呢自己是经济会员以上，然后呢你每个月责任呢就是110分，再来呢你只要左边右边各介绍两个银级以上，这样你就是我们公司的经理了。那么你要成为董事呢很简单，也就是说呢，好，你只要在左边跟右边再多一位，好，多一位，那么另外呢把这三个当中的其中一个，好，就是辅导他成为经理，左边一个经理，右边一个经理，这样你就是董事了。好，那么再来呢，要上资深董事呢，哦，就是你必须呢在你这三个当中，哦，就是原来的经理把他辅导成为所谓董事，左边一个董事，右边一个董事，这样就符合资格。那么你符合资格之后呢，哦，那么再来就是30天之内你所直接推荐的出去的人总分数呢，总业绩分数有10000分，这样你就是公司的资深董事。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为什么要跟你讲到这里呢？因为如果你是90天以后的钻石，你如果上了经理，哦，本来就200，就200而已，没有300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经理的话，你会200加100；如果你是董事呢，你会200加200；如果你是资深董事的话，那么你就是200加300，也就是你日后你成为资深董事，你随时介绍钻石级都是200加300，总共500的推荐奖金。好，可以先把它关掉。